人家南洋的苏古尼艺术都分享，尤其在台北的上下南洋有贵旧的历史的哟。有一个在上下台的南洋艺术家恰皮法，如将以安东年来进行创作的南洋作品写拍起来，打出一个以梦想当中的南洋名秀，由伊提拍的来看那身。终于看到个南洋木梁块石，以及到底看得到南洋个土法、南洋做个人工的，还有当地片南洋个地塔、南洋个壁画。当然还有其他先后做了东江个南洋山湖，还有两条东等一下个鸟窝，甚至其他款个书本，全部都是南洋做个。你的毛记得全部是制作个。这个南洋民俗是我的梦想园地。这是赤皮法，因为当好南洋艺术，记录七家是台湾大家老母，用南洋工艺重新改造，打造出一件一件充满的南洋风情的建房。我自己很喜欢做南洋，所以希望说在老家营造一个结合南洋的民宿，然后让来这里的客人能够不管是住在里面或是睡觉，都能跟南洋接触在一起。赤皮花采集个免消毒，从头日天土就系过年了。唔系整理一下，七家中间染料植物太强，就系七家做一下染料。像安用儿童纯天然个染料，与北京个太强，常做得连出十斤个染料，也着都系制作南洋个布。做起来像系冬天单个做法，浅彩染染个、塌塌个，染下去十片发出上唔多冬江个土壤个，像是采三叶苔，就系基为安好南洋个染液。三峡的山势的重大清，好，那三峡溪的水啊很充足，适合提供了染布最好的条件，住在里面又可以接触到蓝染，好，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惊喜。点青盖三拉吊上几几九九，一盖冻好南洋盖重作杂，用三峡冻占掉盖天然环境，用将近十年盖时间打造出金梦上独盖南洋民宿，每希望大家来到民宿盖呢，都做得因为安样，轻松到南洋盖家。下个新闻，潘景路、汪小琪。